为都会提醒爸爸水灾过后，平度人告诉乡间农村经济，告诉幸福休闲农业推广委员会，根本出期盼的一场告诉该三业节，老告诉该农体产品做下是种地幸福国小来卖。大早三业节日快末，出下了一道人来卖，农民没价格就好受益。告诉三业节带来满满的人，农民时时碰的游客，每个人数方贷款细款。农民无限在轮间称量，无一久的时间，同时一下卖枪枪。卖枪枪，卖也唔得卖，做了两磅啊，你了顿顿来卖伊。哎，我根本来也好高也摆一个摊位，成功卖茶，希望我农民的东西卖到个个好。因为新丰国小迄去年八八水灾，个灾民临时使用所，故说果树产业这些那推只期盼相当的有意义。他总是帮那个八八风灾农民促销农产品嘛，那要想办法看看可以订购一些东西帮助一些农民。应该可以再扩大一点，而且宣传也要应该多，也要能够比较广泛一点。八八水灾将会满一年呢，灾民的重建虽然已经大部分完成，不过灾区的经济都近五千福人。更加万爱各界本地人监督去协助，那么本灾区的产业关键来重生。下个新闻，陈文林屏东报道。